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七月的 LV 十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带大家用黑金阿图姆来通关啊。那这一队的话，应该算平民配置吧，只有一张是实抽卡，就是木屋真伤的部分啊，剩下全部都是免费卡啊。那稍微讲一下我的配置哦。第一只是土方十四郎，这个是为了在王一的时候第一回合火珠进销不要被打死啊，因为王一他有十二 C 啊，然后阿图姆队长技是你要有烧到火才有加 C 的选项。那如果火珠完全不能消，那个 C 数就会有危险。那王一又要十二 C 这样子吼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木屋就是一个常驻的真伤，艾德拉是解二十星那边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金字塔，这个算是进场让阿图姆行动值快一点，然后加上可以开招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队伍跟龙科配置，稍微讲一下腐化，腐化也算蛮重要。好，那个我会打在下方的备注吼，如果有没看清楚的话，可以按暂停稍微看一下，或者是往下拉看文字剧本这样子。好，来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手消全火，然后慢慢去把它带走就可以了齁。这边大概花个一到两回合都很正常。好啊，这个问号珠它不是持续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它六格之后就会显现的齁，它不是持续的问号。好，这边有带走左边，那接下来剩下右边齁，那右边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一样大力转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阿图姆消一组火啊，其实就等于十三 C 了哈，所以对面要的十二 C 还好。来第二关，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，我们要开阿图姆加龙克哦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先一回合稍微去偷一下，把龙脉仪洗满哦。你看我第一回合其实已经打很快哦，就是没有任何击到龙脉仪，但是第二关这边的话还是可以满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啊，就不要去消到木。哦，虽然说消到也不会怎么样啦，你护盾还在哦，所以基本上没事。好，那这一回合木屋会跳起来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阿图姆，那我们抓阿图姆角色珠不要手消，然后把龙科打开。哦，阿图姆角色珠不手消，这个就是阿图姆一个比较基础的玩法哦。只要你有开阿图姆，都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哦，除非敌人要求什么有的没的啦，例如什么手消全光全火之类的，那再考虑一下下。好，OK， 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来接着第三关，好，第三关这边我们可以再开一次阿图姆，然后抓角色珠不手消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只要手转就好，不管是固 C 还是连击同等哦，阿图姆都有内建无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好，来这边一样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四，好，第四这边我们一样开阿图姆哦，好，然后抓角色珠不手消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我们去手转手消全水就可以了齁，阿图姆不怕烧，所以就直接正常转。好，然后右边要的一样是十二 C 啦，那这边十二 C 也是可以轻松达成的齁。这一关常态都是十二 C 啊，所以不需要太担心。好，这边带走，来接着第六关。好，第六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手转就好，只要两回合内有带走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齁。而且阿图姆他其实也还会天降啦，所以可以不用去担心那个伤害的部分齁。哦，即便有碎裂影响，可是你看这样子打出去，其实哦感受一下哦，伤害是非常足够的齁。好，接着第七关。好，第七关这边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空转，但是我们是抓着阿图姆的角色珠空转哦，就这样子空转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再一次哦。好，就这样一直空转，等到对面打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打过来之后呢，这边我们开阿图姆，然后去把版面切成10C哦。
好，这边是要消始祖属性猪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二血的部分有没有阿图姆刚好跳回来？我都帮大家算好好哦。好，这边开阿图姆，然后我们开艾德拉点心。好，直接送给他。好，这边一样带过去，没问题哦。好，接着第八关，好，第八关这边就手转手消全部的木就好了。好，对，右边反手消光还刚好不会弄到哦。好，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九关。好，第九关这边，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光珠的话，你就把光珠全部用叠的，这样子最直接哦。好，应该说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暗珠啦，你就光珠全部用叠的这样子，因为它是不能手消暗哦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王一，好，那王一这边我就说的是这个第一回合哦，火珠不能消，所以这边我们先用土方哦，加个吸数啊，这边我们就直接大力转哦。虽然第一回合这个可能会没有伤害，但你转大力一点点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帮助啊。好，好，这边就是第一回合主要不要死，那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好，来接着第二回合是木珠不能消哈，这边就直接送给他了。好，腐化这边就是要加减偷他的伤害哈。他虽然有 25% 盾，可是他是腐化，所以你的腐化如果你伤害够的话，是有机会把整条血收掉。但是我们不用这么豪华啦，我们就是加减偷一下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换成光珠不能消的时候，这边我们那个把木屋做一个关开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大力转了，因为光珠不能消，其实对阿图姆影响来说也是不小，所以这边还是要稍微做一个加 C 的动作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来，接着是暗珠不能消哦。那这边其实如果你要补艾德拉做一个增伤也是可行啊，注意看一下你转的是什么就好了。啊，这边就是要加减去把它偷掉哈。好了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下那个阿图姆，因为接下来二血不能用，然后三血也只会再用到一只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送给他。好，对，这边已经又轮回水齁，那我刚讲的就是不能再让他轮回一次火啊，不然火珠再不能消一次就会很麻烦齁。好，来接着这边我们去手转手消三属全部，你只要三回合内有带走就好，他 CD3 齁很长。好，好，然后这边木以外弱攻啊，可是你可以发现打到艾德拉木屋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伤害就也是贯穿过去了。好，来接着三十字这边我们就开阿图姆。好，那阿图姆的版面其实也已经那个帮你几乎快排好三十字了啦，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切一下下，让它有三组十字就可以了。然后连级同等的部分，阿图姆有内建无视哈。好，那这边就是黑金阿图姆过整个月 LV 十，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